哎，钟老师，我们看一下这幅作品。这幅作品好像表现的也是马来当地的这样一个普通的一个街市的一个景象，好像是一个寺庙。那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这幅画的一些理解的一些意涵呢？这幅图画其实也是因为妈妈，然后把这幅图画把它画出来。因为人始终有时候你面对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你都会去庙那边祈一个福啊。所以这张图画其实也是在庵里面，有一个人坐在井上面，然后就把它望出去，所以光就是在那边。然后人生不管发生什么，其实都有一个这边就加了一个对，所以我看到这里，对，这儿有一个破土而出的一个小绿芽的感觉，应该说就是您有这样一个意涵是赋予在他的身上的。对，就是表达的是一种新的希望在冉冉的升起。嗯，好，我们下面可以看看您其他的作品。